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甜甜。大家好，我是主播安安。第一则新闻先为大家带来娱乐天气预报。这周天气还是因为 KPI 低气压靠近，可以看到暴风半径已经逐渐扩大，预计今天下午或是明天早上会发布办公室特别警报。提醒大家，这几天全台主管们的心情可能会阴晴不定，多个办公室气温会急速骤降，请大家务必做好反暴怒准备，不要让自己的玻璃心受伤了。希望大家不要被寒冷地气压打败，接下来就用甜美的笑容温暖你的心。今年日本、韩国偶像团体年纪越来越小，年幼时起就进入公司成为练习生，小小年纪即拥有非凡实力，令人惊叹。像是 TWICE 台湾成员周子瑜，年仅13岁就成为韩国娱乐公司练习生，在他努力不懈下，现在已经在国际上发光发热。日前，全球最大票选网站 King Choice 展开 K-pop 百大最美脸孔投票，结果出炉，子瑜再次次投票，虽然只拿下第8名，但人气丝毫不减。接下来这则新闻也是非常励志，当时年仅15到16岁的几个高中生，参加10璀璨之星选秀脱颖而出，组成男团 NUBI 出道。从零开始的他们跨越语言障碍，勇闯日本乐团，走遍各个城市，演出近300多场。成团近7年的 NUBI 团员们也各自完成兵役回归乐团，推出登短郎全新创作 Before We Die， 希望这首歌能带给每个正在遭遇挫折的人温暖的力量，休息一下再继续前进。娱乐关键词，时间让我们都放弃实现，到头来还是没搞懂怎样算是欺骗。大家好，我是思成。大家好，我是小安。大家好，我是宇宙。耶、yeah, ，开始了。今天的来宾是一个帅哥，年轻人，而且我们录影之前，制作人看到他们就好可爱，好可爱，好脸好小，好嫩的皮肤，哦，好可爱，好可爱。那个人他看到我们的时候呢，哇，就哎，你好，你好，你好，红点，加油，你加油，加油，这样，态度超好多，超多。啊、他脸红到不行，现在没关系，我们马上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大来宾 NUBI。 Hello， 大家，我们是 NUBI， 我是主唱，我是鼓手马克，吉他手 JK， 贝斯手 Jake。 哇，还有默契，刚刚有那么夸张吗？我们刚彩排他都没有理我们。对，没有，他们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手机调好，你都没有看到。他刚刚有到那个我们的休息室，然后通知我们说，就录影的时间延后这样，然后他超镇定的，不好意思，那个我们等一下是有点 delay， 對，然后就很冷静的出去。不好意思啊，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原来是这样，他真心的喜欢，他现在脸超红。没有啊，没关系，我们的这个节目就是看着那个后面的那个娱乐关键字来
了解你们，好不好？第一个关键字 Before We Die 就是刚刚你们表演的那首歌嘛。Yes 的。这首歌、原本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中文版，一个是日文版。然后我们刚刚表演的是为节目精心设计的，中文版加日文版 mix 的 mix 的。说中文和日文啊，其实我看过他们的歌词，他们歌词是相呼应的嘛。对，是不是？这次有一个企划叫做 Answer Song， 就是我们中文是在讲比较内心，就是比较孤单的一个、一个心境。然后日文就是我们这次找来我们日本的好朋友叫 Anly， 他一起。做了这个日文的歌词，然后就是有一种你那么难过没关系，可是我会陪伴你的感觉。對，在 MV 上面我们也有做一个很像微电影，就是有分前集跟下集这样子。對，哦，难怪，因为想说好像都是在一样的场景拍，但是它的那个日落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对，你看得好细哦。对，好，因为我很喜欢音乐，我会研究它，研究 MV 都要研究，观察家，观察家，能听起来喜欢吗？待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了吗？可以看到，可以，可以直接看到了。可以，有他们有四个版本，对不对？对，一个是日文版的 MV， 中文版的 MV， 还有日文版的乐团那个乐团的版本，然后中文版的乐团。哇，大手笔耶！对，就是这是比较豪迈一点，豪迈啥区别？好久没有对疫情期间，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比如说是唱跳的团体，他们会有一个舞蹈版。那我们想说，我们乐团也要做一个乐团版，就是纯乐团的演奏版这样，所以这次才做了四个版本。哇，真的是我们很好听，我觉得。谢谢。而且日文你们好好哦。你说我们日文很好。你们的日文没有啊？没有很好，听不出来是外国人讲的。哦，真的吗？真的，我是完全听不出来。你们日文学了几年了？对，日文哦，大概学了两三年吧。其实也没有很久。都可以讲这么好，也是因为去了以后才开始学习的吗？对，我们当初会去日本，原因是因为我跟 JK 啊，那时候大概七年前参加那个我们公司的海选，然后海选那一届刚好配合日本的索尼唱片公司，那我们签下来之后，我们在台湾就是我们自己其实没有什么音乐基础，然后后来他们就觉得日本的乐团的文化比较兴盛，然后他说把我们丢去那边，直接在 Live House 表演这样子，然后去那边之后才开始接触日文。其实我们这边也有一个会唱歌的日本留学生，我知道，那个我们的小安姐，小安姐，还是说你们可以教小安唱一句那个 Before We Die 的日文的版本，一段，小安姐愿不愿意？小安姐，因为呢，我们就已经录了这么久，他从来都没有跟我们分享过他的日文，对，我们都还没有，死都不讲，英文不是英文，我日文也没有很好。所以我就不好意思在日本人面前讲日文。我不会骂你啊，我不会嘲笑你啊，不会啊，觉得好。请看第一集。真的？那就讲一句，那个那有一句副歌好了。哎，他是怎么唱去的？我在想那女生的。哆哆隆哆哆隆。哎呦，这是日文吗？不是这个，不是那首歌，那是别人的。我们副歌是 Baby Let Me Hold You。Baby, let me hold you tight. 涙を見せて僕にだけ Oh no. 涙を見せて僕にだけ涙を見せて好好听哦。涙を見せて僕にだけ可以啊。小安你就够了。你刚刚声音在发抖，我刚刚在颤抖。你声音在发抖哎，我真的在颤抖。不过感觉出来是真的有学过，要不然没有办法听一句就直接跟一句。真的，吴思音有背景。对啊，要自信一点。好，可以好好表现的。来来来，有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那如果你们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首歌的话，你们会怎么形容？有没有加多来讲一下？哦，这首歌的话是因为里面有写到那个休息一小节的时间来。就是这个词也是这首歌精神所在，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平常很累的时候啊，我们可以休息一下，沉淀一下，然后卯足全力，等到时机到了，我们再冲出去。这样感觉大概二十几句话，有一句，有一句，有一句贯穿的，一小节的中排，对，一小的 Before We Die， 没错，哦，这个。我觉得这个歌词吗？我觉得很喜欢的。对，因为这很多正面的歌都是哦，你要加油，你要加油，更加油什么的，不要停之类的。对 对，你们讲的是你可以继续可以停一下，休息慢下来，休息一下这样。对，就呼应到我们那时候当兵的期间，也算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休息。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耶，有时候只能这样子。对啊，你只能这样子吗？我之前也是团体，
他就经历过那个当兵的那个阶段。嗯啊，当兵的时候我是人生最快乐的阶段，因为当兵的钱比我当艺人多。喂喂喂喂喂喂！台湾我现在签下去，做的很难，团体不好做，团体不好做啊，对，真的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所以我们打算就继续签那个自愿役的。不敢，不敢，不敢。没关系，我们直接看第二个关键字，小鲜肉。小鲜肉这个部分，因为这个 Before We Die 是你们刚刚的新歌嘛？对对。然后我要讲什么？我们年纪很小，就对对，你们刚刚前面有说，就是七年前就过去那边，然后签约什么的。对，所以你们但还叫小鲜肉的意思是你们算很年轻就过去了。对，其实现在已经没不是应该不算小鲜肉了吧？你们几岁？现在平均几岁？平均24。还是小我们四个平均，超年轻的。你看思成，然后我们最近才过生日，对，思成。对啊，你们猜猜我几岁？自爆哎！26，30。哎，他们看得起我，怎么35啊？你想变态？叔叔，欧巴，叔叔，我30了。三十了，还好吧？我们团的平均年龄也是啊，我们团吗？你说我们这个团吗？是算你唯一拉高的，你是吗？哪有不是哦？生气？你确定不是你吗？你确定不是你吗？嘴巴太坏了，太坏了！哇，所以你们是十几岁就要过去那边？对，大概17、18岁吧。我们都在那是高中生那边吗？对啊，对高中高中毕业，哇，全部都休学，那是直接没有到那边就直接学日文啊什么。他主要他的那个经营操作的模式是把我们就丢去那个贩子，对，不丢去贩子卖掉，丢去山上没有，丢去那个 live house 里面，那我们一开始就从那边开始打工。扫地擦桌子，然后换一个表演。对对，然后到后面我们慢慢的有一点点小一点点听众的时候，他有给我们几个目标，所以第一个是要卖完自己的1000张的单曲，那我们就要去街头发传单了。哦，这个就是第四个关键字，对对对，直接串了第四个，没关系没关系，我绕过了多角关系，没事啊，有人帮我们串场蛮好的，这样可以吗？可以，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他是希望我们是可以从零开始做自己选，所以我们才会有定一些目标，像1000张要在好像3个月内要自己把它兜售出去，然后才可以办一个那个叫 One Man Life。就是可以单独的演出，然后后来我们很开心，我们就卖完了，然后结果在演唱会当天，他跟我们说，你们要再卖完3000张的迷你专辑，才可以正式出道这样，所以正式发片，对，正式发片的，而且你们要怎么和日本人就是沟通？对，刚开始嘛。就是比如说传单也要哎，有的时候应该先对，有的时候要讲一些基本的，对，一定要一开始用死背，但后来就是反射，因为真的每天去发，就不是为了说啊，我们去发过传单。而且我发现你们其中有人名字特别难念 ，Jacob 吗 ？Jacob 应该是 Jacob 吧 ？Jacob 日本都叫 Jacob， 因为我一开始念的时候，我以为是 Jacob。哦，哇 ，J 吗？对啊，太难知道有点。A B C D E F G H I J， 哦，好吓死了，太大，不敢想象。其实我小时候大概18、19岁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发传单过，但是那个那时候我不是艺人，是一个打工的拉面店吗？风俗店啊，真的？哪里？风俗店的传单，所以我只能就是给女生。只能看挑选，就是年轻女生这样子。所以你是要找年轻的女生来去男生的，就给传单，问你要不要来工，问他要不要来工作。对对对，看一下那个上面的那个海报什么的。我们常常看到在对不对？新宿，那就是我，那就是你，因为我们见过，好久不见，那个多角关系，多角关系，没关系，没关系。那你们在日本的话，这样子会不会为了练日文，每天你们住在一起吗？会不会想会用日文交谈吗？全部都中文，全部都中文，完全没有帮助。跟日本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跟粉丝，其实就会需要，所以应该是生活上。去工作的时候练习到最多。你们会不会彼此之间在私底下，然后偷偷就
偷唠日文，这样会不会？就是我会讲这句哦什么的。有时候自己偷偷背了一句，学到一句，然后在 live 的时候讲，秀一下，真厉害，突然会这一句这样。彼此小竞争，看谁日文背的比较多。对，对就是这样。哦、要不然就是。比如说工作人员讲到哪个单字，然后你就问他说：“哎、欸，这个是什么？”他就记下来，然后一点一点累积。哦、欸，那你们刚刚讲到的那个卖完3000张就可以正式出道，对、嗯，后来怎么样？后来就没卖完，我们就会回台湾。对，没有。其实我们在最后一天的期限就是卖完，对，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演出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发表什么歌？那时候我们的出道单曲叫做，反正叫做 Garage。Garage 就是那个车库，仓库不是仓库，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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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哦，车库叫 Garage，请教什么？英文，英文 ，Garage。对对对，我现在讲很多日文的感觉 ，Garage，Garage， 丢脸的。我们想听，想听，想听，还是你唱一段？我清唱吗？简单的可以，简单的唱一下。我想一下。太久了，太久没唱日本歌。OK。僕が切り刻まれ君がつまずいて What's going on? What's going on? みんな戦ってる Day and night 涙して You and I それだって何度でも何度でも何度でも立ち上がってくんだ。哎呀！你没有忘记歌词哎！好听，而且真的很标准。对啊，真的吗？真的标准。因为好久没唱了，我每像这次 Before We Die 的录音，就是要大概两年半没有唱日文歌，所以那时候就重新学。对，跟配唱制作人说，把我雕死一点没关系。哦，狠一点，狠一点没关系。没有语言才华。没有，在干嘛？还待了7年，讲中文还这么烂？不会，不会，不会，不会。谢谢，谢谢你们，厉害了。谢谢你们，小安都不敢讲中文了。小安，小安，你好，我是小安。你好，你好，讲，厉害哦。要被你粉丝揍。要不要问一个问题，小安要不要？你要问我什么？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啊，有没有问题啊？我想问一个问题，我先宇宙，不好意思，你先慢慢想。那我们牺牲一下丰田好不好？哎呦，哦，牺牲什么？因为刚刚我听了他们在卖那个专辑跟发传单的，我可不可以现场请你们跟丰田？因为现场就有一个日本人，直接推销。对对对对对，然后丰田，然后看看觉得想不想买，想不想买？可以啊，你们 OK 吗？好久没有念那一段了。可以夹中文，一个 SOP 是可以吗？可以吗？那我们可以来，我假装路人。那我们三个猜拳，还是你要去？其实我们有一个战术的，有没有战术？我们有战术，可以啊。对，夹这个是需要三个人一起完成，一起吗？可以啊，那我们就随便走一走，你们。哎，你跟他一起啦，你们情侣，你也会日文，情侣啊，你也会日文，来，情侣。没去过日，有一个情侣。哎，这边有传单，这边有传单，是。就我们是有站位的，比如说呢，你们今天拦截到一对情侣，对对对。日本人会有一个人站那边，然后一个人可能跟我站这边，然后我如果这边他走得很急，我就先 pass 给他说，我就过去了，对，然后过去的时候那边走得很急，对，我这边就直接，对，而且大拦截，你是不是会不会挡到？我挡到他吗？对，好，然后发呢不能直接这样，不能这样，要从侧边的，要这样子，哎呀，侧入，侧边，还要半蹲，前面他有压迫感，对，不能挡到他的路。你们好了解哦，对，好了，那我们来三二一 action， 真的，好了，那我们来真的三二一 action 好不好？来牵手，情侣，你们是情侣，我很想牵手，但他的粉丝会有一点凶。第一集的时候我就被骂啦，你不能靠近小安，不能靠近小安，牵手我就不好意思碰他嘞，好不好？假装 A 啊 A 啊，那挽手这样可以，挽手 OK， 好了，三二。スタート。すみません。綺麗だね。台湾から来ました。ルイ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台湾から来たんですか。そうそうそう。最近僕たちいっぱいの無料の無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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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よかったら僕たちのライブぜひ来てみてください。不要。不要是不是很多？满的。我们
其实我自己比较怕的是，他会说啊，嗨嗨嗨嗨 ，Kimas， 然后后来他就直接这样。哦，对不对？哦，真的有看过，走了几步就放地上，真的，对，就会不是不拿。这个我们内心受创，是不能乱丢垃圾。对，我们就最怕乱丢垃圾。我们要捡起来。真的，我觉得，因为我们怕说别人看到地上有我们传单，别人也不拿我们传单，所以掉价，没有藏起来。对，这个我懂，好心痛哦，真的。好，我们差不多要回座位。然后也有学我们讲话了，就我们比如说我们讲，现在台湾开门，然后就会有那种，然后就走掉，故意就是嘲笑你们，对，走掉。但是其实也就是久了，也就是没差了，就是知道会遇到一些状况，都是当一个经验这样。哇，你们这么年轻，对，还是有很多很支持我们的，对，就是很温暖。你是过来人。过来，我快在这个。好，听完刚刚你们这么辛苦的故事之后，我刚刚看，因为你刚刚在唱歌嘛，对。你团员们也都很爱你，他们都没有帮忙和声的意思，所以我想说来考验一下你们的默契，是这样子，可以。对，然后下一个是躺着也中枪，哦，好不好？这个我们等等就要来考验一下你们了。嗯，你们现在把每一个人把眼睛闭上，现在吗？对，现在眼睛闭上，然后。我生日还没到哎，没事没事没事，可以学吗？现在可以学，蛋糕不会出来，蛋糕不会出来，蛋糕不会出来。哎，眼睛闭上，然后等等，如果我说到什么，然后。如果你们觉得是，那你们就举手，好不好？好，这样你就不知道你团员是怎么想的啦。OK， 好，大家眼睛闭上。好，那请问你们有吵架过吗？哦，可以，手放下，手放下。那请问你们在日本一起住了三年这么久，有没有人平常喜欢偷放屁？肯定有吧，肯定有，对不对？不是，但不是你偷我们就不会知道了。肯定有啦，但不是你嘛。肯定有，哎、不要偷张开眼睛嘛，对不对？举手肯定是。好，手放下，手放下。那请问有没有人平常待在厕所的时间比较久？哦，哎，是待比较久那个人要举手。没有啊，就是你觉得有人有待比较久，待在厕所那位举手。对啊，不是那里不是我。那我要问一个，那个是你啊？那你问一个。那有没有互相看过彼此的裸体？有，废话。当中有一个人一直不举手哈，因为趁着那个问题，他那时候还没去日本。哦，我们现在是代替粉丝来问问你们那三年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发现彼此就是不是自己的哦，彼此的那个书桌或者是硬碟中有奇怪的迷片？嗯，这样好像没有，没有，还有，我们会分享。对，我们会传出去，眼睛不会偷传出去，就 share， 直接 share 出去发来，对，大家都有啦 ，OK， 对对对。那你有什么问题吗？想问他们？前面已经过了十分钟的时间，小恩，那你问他们喜欢我吗？喜欢我长相吗？哎，我觉得不要这样。好，那我问一个啦，啊，好，今天的主持人有没有你们的菜？哦，眼睛睁开，直接讲出来。哇，谁？二选一吧。丰田，屁的！我只是紧张了一下，不会吧？屁！不要过来，害羞害羞害羞，我中枪了，躺着中枪了。好了好了，就是其实你们是不是因为四个人住在一起这么久，所以会发现就是其中有一些人有一些怪怪的癖好。就例如有些人喜欢闻脚啊，闻脚还是喜欢闻对方的脚，对情说话啊，或者是常常戴着耳机啊，有没有？你们有没有之中有这样的人？有啊，就是刚刚讲，就是全部都同一个人吗？你全部讲中了，全部同一个人，有分散出来，有分散。那是谁？我是耳机啦，我是闻脚啦，你不是 Jacko 吗？好笑，谢谢。请我接啦，对。你是闻脚，我是闻脚，喜欢闻自己的脚。其实不止脚，不止脚，我觉得自己就是有点臭臭味道，我都蛮喜欢。所以他们在睡觉的时候，你会过去闻吗？别人的应该就不行了。那你喜欢把自己的脚味闻给别人闻吗？不喜欢。哦，真的？你喜欢？我喜欢哎。你那个是纯粹变态吧？我喜欢闻自己的，也喜欢分享自己，看到别人的反应。那你喜欢闻别人吗？也可以啊，哎，那刚好真的是变态，你们对啊，你们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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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体会交流。你来这边站，这边站。我起来。我跟你讲，今天的脚我真的很臭。我已经刚换衣服的时候闻过了。我跟你讲，我今天没穿袜子。哇、开大绝了，开大绝。互尾。真的假的？真的啦。因为我今天真的没穿袜子。It's OK。怎么？哇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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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好，那太好笑了，不穿回去了。好，下一个，我们的下一个关键字就是“都无一代之死之前都要闻的味道”。啊，对，这就是我们接下来。那我推荐一个。哦，没有，我不要闻，没关系，就我跟你很有缘。直接来游戏，大家快看！游戏时间到了，耶、yeah! ！我要先跟你们讲一下，我们待会呢玩三个游戏。然后每一关都会有输赢，那输的人都要接受惩罚，输的对就要接受惩罚。所以如果你们三连败，那就要接受三个惩罚。那这个惩罚会影响到你们最后的宣传的。OK， 好，第一个游戏 ，Before We Die， 是死前都要闻的味道。是的，这个的游戏呢，两队各派出一名代表，戴上眼罩，听从队友的指示，走到指定位置。闻出物品味道，举手抢答，好不好？好，简单。我会来，我们那先第一位，我来。第一棒，来，那我来。那这个奶嘴要什么时候戴？奶嘴是没有指令的人就要戴着。啊？你想干嘛？偷甜哦。那我来吗？好，可以啊，都可以。那我们看一下。这次的物品是什么？等等，应该搓袜子吧？啊，你们戴起来，不能看。哎，打开一下。这个、哎呦，奶嘴要戴起来哦。哇，这个有点……其实现在打开就已经闻得到味道了耶。奶嘴戴起来。预备，准备，怎么转？开始，都可以啊。2、3、4。是，这是后面的，是，好，可以停，你哪一段？好嘞，快点，前开始吗？前进，好了吗？开始了，开始了，前进，往你的右边走一点，往你前面走，摸住前面的人，右边一点，右边一点，摸他，摸住前面的人，阻止他，爬上去，对，把他东西掰开来，闻，你到底是闻不闻得到？哇，这是什么？什么？来，甜甜的吗？等一下，就不要闻那个残留的味道，食指在闻残留的味道，什么？我这在干嘛？是什么？薰衣草？是什么？奶茶吗？在他手上，抢过来，在他手上，奶茶，奶茶是吗？奶茶，奶茶包。JK， 爱心，哎，答对。你闻了那么久，对啊，你没有喝过奶茶，而且你还把它端起来闻。可以拿下来，眼罩可以拿下来。第一关是我们最后胜，耶！来第二位 ，OK， 你们戴上眼罩了，那我们看一下第二组的物品是什么。哇！银杠啊！哎呀，其实我不知道是什么。哎呀，来，靠你的那个标准的中文哦。预备备，开始。1、2、3、4。哎呦，好掉！直走，还有吗？二九，直走，下去，快掉下去了！哎，你晚间，你在哪里？右边，你知道你晚间，哦对对，听他的，不是了，右边，右边，丰田，我们右边，我这里，你们答对了。等一下，我桌子在哪？回来战场。什么饲料？什么饲料？猫饲料。是不是猫饲料的女儿？可我最熟悉的东西。因为我有吃过猫饲料。第二轮 ，Ruby 获胜。丰田，不是你转太慢了。丰田。
好的，接下来这一组是丰田对上尚。我们不能输。你们要比转圈的速度。我说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喽。我们转四圈好了。好。OK，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物品是什么？这是什么、啊？这个东西我很常吃。三二一，开始。一、二、三、四，好，放。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好痛。有。好。好了。对对对。对对对。好运动！妈呀！滚！这是什么？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不是摸到宇宙的屁股啊？对不起，等下我举手，那个这个是药。哇塞哇塞哇塞！我也要。啊，我知道，我知道。露露，露露，拜拜。那个什么金黄金色的那个药，对对，金色，对对对对对。耶！啊，我们这是我要，这是我要。露露啊，好想吐。露露，这个药你要转那么快？是我家的，需要吗？对，那个叫什么？就金色红色。我也突然忘记叫什么。大正。金色。吐是这个。啊，爬不动，爬不动啊，爬不动，爬不动啦，爬不动，爬不动。对啦，就是卡布隆，就是他，就这个啦，对对对对，就这个，没有自录，没有自录，真的，我们常吃这个，很常吃吗？对，来最后一轮是小安跟Jacob， OK， 那我们看一下物品是什么，噔噔，哦，这个很难呢，这个有点圈圈。你这么不想，我不要，那就十圈喽。我不要了，你还开玩笑？不要让小安转太快。好了好了，一点点，我们干扰他。预备备，开始。一、二、三、四。好，有晕哦，有晕哦。往前走，往前走，走，右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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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走，下面。是什么？他把他拿走了。结果我要戳你的奶，我要戳你的奶头。呀！就要戳你的奶头！呀！这应该是个……呀！冷静一点，冷静一点。这应该是个饼干。什么饼干？像是可乐果之类的东西。知道就抢！哇！完了！小玩家，这是什么？绿豆干、脆皮酥，戳爆你的奶头！口味的饼干。什么口味哦？它有点中式，中式一点。有意思，举手，要举手，是有意思吗？不好玩的后面的。是伯爵红茶饼干。伯爵红茶。它的形状是鱼的形状。哇。圆形的。扁扁。鳕鱼吗？在海里面的。尾鱼、章鱼。哇。哪一个？鱿鱼。你们都好接近哦。快点！提醒不是海鲜，干贝，海鲜鲜贝，汪汪鲜贝，太平洋那种还是大甲蜥那种？海鲜虾饼，有没有？怎么想不出来虾饼呢？小安突破了，小安好，我赢了，我原来是虾饼哦，很虾。没关系，这一轮是主持人对获胜。正负解为二比二，我们怎么决定输赢？剪刀石头布，这么来，小安，我们派小安。好，派开头。剪刀石头布，对。你这一身赢的吗？很高，很高，还行。气势要拿出来，气势要拿出来。赢的嘛，对。好，剪刀石头布，对的，对的。谢谢我们家小安，小安真的好，好强，游戏王。来，所以我们这一关是主持人的获胜，所以你们必须要抽第一个惩罚，一人一个吗？抽一个就好，一个就好，抽一个，一个人做，先看一下吧。好，四人的温泉之旅，谢谢，三天两夜，没，不是，谢谢，好开心哦，没有，是 rap， 所以。这个呢，就是你们最后宣传的时候只能用 rap 的方式。哦，哇哦，哇 ，OK 吗？不 OK。OK， 那我们马上进行第二个游戏。好的，回到我们的第二个游戏啊，比凤舞带师。
给我一个空拍，每队派出一名担任指挥，其他人听从指示，演唱完成度最高者得分。史上最难歌曲《两只老虎》，Start！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这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真奇怪，真耶！谢谢大家。还真奇怪，好像对。因为他的歌词分配的很奇怪，你知道吗？因为他第一句是两个 B 一起，第二句是两个 B 一起，然后后面是 C。OK， 正直。攻守交换，攻守交换，换努比队。待会呢，就是让 Mark 指挥，然后他们也要一样表演两只老虎，好不好？好，准备好 ，OK 吗 ？OK， OK， 请开始。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啊，真奇怪啊。很强哎，有对吗？是不是五音不全啊？可以，很准，可以，可以。那你会不会太简单？好像对他们来讲有点简单，有点简单，对不对？太简单了。那我们来等一下他们的分数好了。刚刚的分数如何？哇，他们九十。为什么你们？为什么他马上就有分数？我们八十五。很接近，很接近，很接近。直接抽惩罚啦！对不起，我们的错，我们直接认输，好不好？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抽签了，抽签了，抽签了。我们是参加丧礼，是不是？太安静了啦。我们一人一个吗？一人一个吗？一人一个啦。啊！哇哇！服装嘛，服装嘛，刚刚。服装啊！来。哎，我们的题目是。大鼻子眼镜。是我们是抽到装扮。思成是大鼻子眼镜。小安是可爱是，哦呦，想看。宇宙水手制服，哎、欸，好适合你哦，还蛮中二的。水手制服，可以。我是猪鼻子跟耳朵。那我们马上进行最后一关游戏。最后一个游戏叫做 Before We Die 之你懂吗？然后这个游戏就是我们每队要抽出一个指定题目，然后用粘土接龙的方式完成作品，让最后一位团员猜出这个物品是什么。然后那位团员要带。眼罩，好，那我们先攻。来，我们来看一下，眼罩你先戴眼罩。虽然说主持人队有场地优势，但是我们不会作弊的，告诉你们。这什么题目啊？太难了，这个很难，太难了，很难哎。开始十秒，十秒，然后九，上面少一点，上面小一点，下面多一点。四。用力一点，小爱，用力一点。你们在讲什么？你们在讲什么？上面女王头，上面多一点，这是女王头。到底讲什么？要搓了就捏心。不要搓，要捏，要上面。哇哇哇！精髓出来了。一点，好像有一点。有哎，有哎。十秒，九，宇宙加油！哇，这时间太急促了。上面。五，很细节哦！哇哇，三二，厉害厉害！一，时间到！哇，时间到！哎，好像有一点，哇！我觉得知道不错，我觉得知道不错。我跟你讲哦，蛮厉害，这个一定要猜出来，没有猜出来都是我的问题，对不对？真的。眼罩那个，你可以，你好，你可以拿起来了。
你们在上面一点，不要搓，又捏的又捏的，在上面，在上面。精华，精华。你们在讲什么、啊？精华，请看上面。傻小了，是右右边这颗。不是，那旁边不要理他，旁边不要理他。可以吃的。那个啊，直升机啊。哇哦！哦，是吗？那这两个是什么？那不，那个是不是我们的？那个是多的多的。直升机。哦耶！真的。直接猜到了。答对了。是呀。是呀。戴完眼罩之后，请确认你们的题目是什么。哦、好简单哦，哇 ！OK 了吗？真的好简单哦。你们准备好了吗？还没。开始。第一位。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哎，下一位。像吗？像吗？没有像，没有像。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来，下面有人。九八七六五四强调三二一，好，结束。强调，我觉得是废棒哎。请严重拿下来。重点就是那两个。废棒是废棒，让我来瞧瞧。有两只哦，你要去前面看，你要自己看不准。是一个动物，你要360度，应该是一个动物。这个一看就知道，它可以翅膀，它可以翅膀，不行不行不行，它可以翅。旁边这个是翅膀吗？对，它是一个动物，动物嘛，对不对？它是一个动物，不是，它不是。两个字嘛，轮椅。为什么？现在目前是平手，所以他们要我们要加分题，直接让努比队先攻。如果你们赢了，你们就赢了。那我们，你们赢了就赢了。等我打开喽。终于懂这个道理。哇，这太难了啦。OK OK。太难了，太蠢了吧。OK 吗？很难的话，你们直接捏字。请开始。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哎呦！十。到我这我都不知道要搞啥了。你把它动这样子。对。动。这样就对了，这样就对了。三、二。我直接换下一个。九。你要捏它哪里啊？七、六。哦，我们是要不行，不能这样子啊！不能 ing， 不行，哇天，不能 ing， 耶！哇塞，这个洞是小难，严重，这真的太难起来，被听的就知道不妙了。它是个动词，哇塞，四个字，四个字，我可以把这个拿走啊！不行，这应该不算作品吧？四个字，不行，四个字哦。好，最多就这样，四个字动词提示最多就这样了。动词，四个字，但是不是脏话哦。大题老师，大题老师啊，大题老师，谢谢大题老师。但这个应该是一个人吧？是，他是。只是这个东西有点迷。他会动，你想象他会动。就这样。你不要看旁边那一坨，那是料。这个太难了啦。你用想象的。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他在躺。一，答案是四个字嘛？对 ，Before we die。哇 ！Oh my god！ 这样就对了，直接宣传。对，不会的话就要打开抽，开抽。对，抽什么抽？仰卧起坐了，失败的。仰卧起坐，超扯，动词哎。好吧，这个太难了。我们刚刚那个。答案是铁达尼抱。铁达尼抱是什么意思？哦，就是有人要哦，是这样子。OK 吗？可以啊，可以吗？对，比起 rap 的话是简单多。哎，哦，没有，是加在一起。那我们直接进行惩罚时间。今天我们玩得开心，聊得开心，很开心。接下来不能呼吸了。惩罚时间，我们是输了一关，所以要接受这个装扮的惩罚。对，我是猪，你是。我是大鼻子，大鼻子，我是水豚君，我是水手，水手月亮，
代替月亮惩罚你，月光仙子，你们算是很可爱的啦。对啊，你的也很棒啊。哇，你也很可爱。我是真的不能呼吸了，我快溺死了，真的。可以叫两声。哎、欸，叫什么？我没听到，拍谁？我都是无助的，拍谁？听不到你们的声音。没关系，我们的惩罚就这样子。但是 Nubi 你们是有两个惩罚，对，一个是饶舌，然后一个是铁蛋你爆，对，铁蛋你爆，别同。同时边做两个动作，然后边宣传 ，OK 吗 ？OK。铁达尼爆的意思是什么？你要不要爆？你要不要？你们两个一起这样子、啊，还是怎样？对。哦，原来是这样子哦。你干嘛？你干嘛？我们一起这样子？神经病哦！对的 ，Jeff， 一个爆一个。后面的意思这样子。Jeff 是谁？你够了去换我，你够了去换我。Jeff 是谁？来客串你，好，来到前面，最后宣传时间。Rose， come here。我第二个，我是 Rose、啊。你是 Rose 啊？我们的单，啊，继续抱着吗？对吧？哎呦，好浪漫的、哦。搭配乐一下。有，请开始。One, two, three, four。哦，哎呦，很累，很累，很累啊！啊啊 ，Yeah，Novi 新歌 Before We Die， 陪伴你度过每个啊 Day and Night， 还有线上演唱会，没听你需要忏悔，每个排行榜上都等着我们站位 Time。我们今天也用 rap 结束后面的 ending。好，给我 beats。Yo， 谢谢 Nubi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我好白目。娱乐关键字。对，每周。二四晚上九点，小铃铛点起来，订阅哦订起来 ，Bido 以及 AMM 亚洲心动娱乐频道准时收。